行嘞，大家下车。各位同心，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即届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到咱后一节即个课程吼。首先，我先甲大家了解讲，今仔日咱要所知影的代志，吼，并不是讲我较牛，也是讲较厉害。是因为咱只是把台湾真正的真实面、真实这边甲讲出来。昨日小组讨论内底，咱拢会知影讲，咱要去共讲的时阵，事实哈、事实赢过这个伫遐辩论。因为你用辩论，你去安那辩安那辩，就是赢未过这个事实。所以咱会知影台湾到底。即届，咱要来分享的，就是台湾有困气，啊，要安怎精神？这就是要大家来讨论的代志哈。首先，咱的标题就是台湾的沉睡与苏醒。咱唔知有感觉到讲，拄开始，咱有发现，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讲。有一个动物学家，伊甲伊三只狗吼猴子，甲关咧笼啊内底，然后伊有做一个鹅，绑一个香蕉。这个香蕉每一届伊若去甲摕时阵，伊就会转水。所以三届内底，只个人这三只咪人狗，伊拢知影讲吼。这金蕉袂使甲慢，你若甲慢，伊就转水。好，但是过无偌久，这三只狗拢惯习啊，拢头壳内底拢想讲，这金蕉袂使慢。但是狗看到金蕉会慢，这是天性，这是伊生命的本质。所以伊甲一只狗山甲掠出来了后，佮落一只新的入去了后，这个新的狗山已经跳起来。啊！就要去挽金蕉，结果去有两只狗甲牵落。伊讲袂使挽，吼、哦！当然因无言语来沟通，所以互牵着只狗是讲哦，袂使挽金蕉，因为若挽金蕉会去用拱头壳。但是这两只拢真知影，伊若去挽会转水。安尼一只甲换过，第二只甲换过，第三只佫甲换了时阵，结果人啊底三只狗拢感觉甚物货？哦，金蕉袂使挽，因为若挽会防牵头壳。你甲放出来，甲你甲这个自然界内底，伊才发现着讲，唔对啊，是安那？我的头壳内底所带物件，就是拿去挽金蕉，会防拱头壳。啊，过来，伊即马防拱迄只狗，伊非常唔甘愿，是安那？我拿去共挽金蕉，就去防拱头壳，即马换我。我若看一下咧挽金蕉，我头壳嘛要甲卡落。这个描写，就是咧描写着咱台湾的过程，是咪甲这同款？因为咱拄开始认为讲，咱是互占领，咱是战败，所以过无偌久，咱会变作光复者。哦，咱换咱拍赢，拍赢了后，伫台湾有足济足济代志，你拢想无？是安怎？哪会安尼？是安怎？咱台湾的规格，甲外国的规格拢总无共款。你心中一定做一个问号。是安怎？是安怎？伫外国摕到咱的护照，要出国都一定去用糟蹋。尤其去迄泰国，较迄种的国家的时阵，你摕咱这本护照入去，伊拢甲你特别刁难。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伊就是甲你食狗狗。是安怎伫咱的国籍内底，咱的渔船驶出去到外海，去拄到菲律宾，咱拢知影菲律宾的经济面甲咱是差足侪。但是每一届，伊那是和渔船拍到，菲律宾伊敢要插你，伊佫拢真骄傲、真不屑，甲你讲一句啥？你也咪国家，你咪国家，你要来甲我讲啥物？所以我甲你拍拄好尔，所以咱的渔船每一只出去，甲落尾，咱若看到伫南部迄个东港，
迄个所在，我每一届看去因遐时阵，拢有真侪人伫遐咧讲。伊讲吼，奇怪，咱这个车轮牌这支国旗吼，那个挂出去吼，好奇怪，人拢特别要抢这支。啊，你甲挂一领迄个衣服吼，人都唔敢，海贼煞唔敢来抢，因为你挂一领衫，挂一领吼内衣内裤吼，内裤甲吊起哩吼，迄反正海贼看讲这唔知打一个国家，所以袂使你甲拍。你若挂迄个十二起的迄种车轮牌，伊就马上甲你讲，哦，这会使抢，抢了佫拢无要紧，吼、哦，这就是咱变作台湾，咱拢一直无去思考，是安怎咱拢袂去思考这个问题，重点就是伫遮，吼、哦，咱看这个内底，吼、哦，下一页咱看，吼、哦，这文字叙述，吼、哦，伫文字叙述内底。咱伫教育中是毋是真济人拢怎变作互教育怎教甲咱个代志拢怎困去啊？咱有印象伫咱学校，咱拢读啥物教育？咱个教育内底，即、這个教育吼、哦，我首先请大家来看一片影片。即、這个影片曾经伫我小学内底拢捌拄过，是安怎拄到即个演讲比赛，种种足济足济。好、哦，咱来看即、這个。好，迄、那个影片哈，你看迄个影片内底，这情景就是咱读册情况，有一个真相对对比，有个囡仔真活泼咧耍，有个囡仔去用雕塑甲变作像机器人同款。啊，毋过有个人认为伊真对，啊，毋过咱若坐伫遮甲看，到底是虾米人较对哈？咱会当播放迄、那个。好，006那个影片。有吗？好，好，来。好，这个影片就是在叙述。谢谢各位。学生囡仔咧。好，这个情景咱来读过册拢应该知影吼。据我非常仔细用心的观察，十号同学涂家凤表现得非常进步。下一位，十二号刘湘君到。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第十二号刘湘君。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大家都知道。我中华民族有5000年悠久博大的文化，有广大的土地，盛哲辈出，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势雄伟，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近年来由于西风东渐，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又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也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文化。迫不及待的时刻，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负起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责大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呢？第一，就是要转移社会不良风气，建立一个以中枢为中心的理想社会。赔得起吗？什么叫中？中就是要对国家尽忠，对领袖尽忠，对民族尽责，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尽信。对人群敬意，所谓素，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如果都能依据忠恕二字做为人处事的准则，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成为安和乐利的社会，这是我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大家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中华文化很快就可以复兴了。什么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二步呢？第二，就是要有博爱的精神。博爱是国父的哲学思想。孔子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幼，幼有所长。鳏寡孤独，专家不能走啊。”
咱大概看了这段吼，伊有分两个段阶段吼。咱看到第一段迄一个囡仔，我相信伊的头壳智商拢袂歹，但是你安尼甲教育落去，经过五千年，你想会变啥款？伊一直认为讲哦，中国外伟大，安尼一直必然迄个手势、演讲的内容，你若甲斟酌甲思考，敢有国父这个人？国父是安怎来的？孙中山敢是咱的国父？因拢无思考，咱的土地敢有遐宽？敢有胜者辈出？但是伊经过安尼甲你教育落去，伊就是咧甲你讲中国真好。但是看到台湾，伊甲你相对的比较，变作囡仔，你有看到迄囡仔在面咧佚佗，两种起来，你会发现，咱的囡仔真久毋捌像安尼耍啊。啊，毋过我相信，一种用这种教育落去，一种是安尼佚佗互伊自由，对着大自然，对着囡仔的天性，就是安尼滚安尼耍，因有规矩。一边的规矩是稳重，是藏在心内，但是伊唔敢反抗。另外一边，因的规矩是开放，伊认为咱若要耍这个游戏，咱就爱遵照这个规矩。所以，因家囡仔两边啊大汉了后，你想打一边的头壳会较有思想，当然就是这边在佚佗的。这个影片就是咱看过鲁冰花就知影。台湾足侪比赛，拢伫教育中演讲比赛，真啊得冠军，我感觉无啥物稀奇。因为像拄只一个老师咧讲的，伊的笔的手势，逐项拢共款。我会记哩，我较早那拄到迄个演讲比赛，哦，演讲比赛上爱演讲题目，我的印象内底上深就是讲，比赛内底那抽到。拢临时抽迄个题目吼，大家同学拢真爱抽到啥物题目，抽到保密皇帝。哦，这上好发挥，迄句有必要，佮有手势，吼、哦，保密皇帝人人有责，佮奖金50万，啊，伊个手势佮比落去，老师就讲，哦，这个同学表演得很好，讲了真好，啊，就派出去比赛。啊，但是我抽到是啥？描述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啊！我只有将家己感觉上快乐的，我会记哩。老师喊你讲，上快乐一件事是啥？我描述是讲，我看到真济人，吼，像讲我的爸爸，伊咧做拖拉机的大，伊咧做啥大拖拉机的司机。啊，我拢真欣赏讲，哦，因安尼那遮好，那载着拖拉机吼，爱用规台湾安尼坐安尼坐，乌连咪坐去宜兰，坐去花莲，啊，规个安尼甲坐那佚佗安尼。感觉真好，所以我感觉我就伫遐讲出讲，我上快乐的一件代志是阿盖，我要做一个拖拉机的司机，爱当那佚佗那做工课，结果老师甲我评语变作没出息。啊，我感觉安尼看起来是安那保密皇帝靠出息，啊，讲着真实的话煞变作没出息，这就是咱的教育。所以伫咱的教育内底，你会看到讲咱的本质，吼。咱袂捌，咱伫教育中若困去，咱就变作毋捌台湾的历史是对倒开始。大家拢讲为五千年哦，中国的文化，但是迄毋是咱的头壳呢，迄甲咱内底无关系，是安那怎硬甲咱挤落去？哦，咱的文化就是变作五千年，啊，你会感觉真伟大，好，咱的一直。困伫倒位，困伫讲哦，咱若是五千年的历史内底，咱就会变作真伟大啊，一直伟大。
你永远就伫荣耀的历史内底无进展。所以，伫遮你看教育中安那教育咱的囡仔，咱拄则看到这个美术的比赛，像这个囡仔，咱迄个影片内底美术比赛，因是安那比，因用投票。你看到咱即卖囡仔拿美术比赛用投票表决，这敢会使哩？袂使哩。但是外国伊是用什么标准来做评比？外国咧评比的物件，因是爱去叙述，吼，因爱去叙述，就敢那参像讲，我曾经有一个幻想，咪讲幻想吼。伫学校咧画美术内底，老师拢甲你教讲，哦，蝴蝶变啊画，啊花变啊画，啊即个小鸟变啊画，啊伫画画画画画内底，老师甲你教拢同款。你若毋相信，你等于叫恁个囡仔画看卖啊咧。你若讲来，你画一画一只漂亮的蝴蝶，伊画出来拢啥物款？拢总是恁啊残障手册个，吼、哦，迄蝴蝶你捌看过？停来是拢天开开安尼吗？吼、哦，伊拢用两个对称的花瓣，按、啊、两个胡须，伊拢画起来拢安尼。啊，那咱的花画起来吼，拢、哦、是一支铁，拢像烟线遐直，啊有个花瓣，中个一个点乌乌，拢是这种的。啊，鸟仔吼，敢那伫烤小鸟捌看过呢？伊拢停安尼，迄只个小鸟，将来唔爱去甲思考讲，奇怪，伊画这只蝴蝶敢会飞？迄敢那标本才看有尔，啊！这只鸟啊是，你烤小鸟才有看到尔，吼、哦！无你看小鸟停来，伊敢翅膀拢腾开开，迄袂飞呢，迄根本就袂飞啊！吼、哦！啊，咱的花，你画出来花，你敢捌看过？将来你毋捌看过讲，咱的囡仔所画出来美术拢总是一枝花啊啊，迄、啊那个五个花瓣啊，就哦，老师就插上去比赛，讲哦，这。比赛条件是安那，伊会得奖，为什么伊会当选，伊会得奖？老师给评语是讲，他的哈、哦、涂色非常均匀。哇，去啊！你看到一张树啊，颜色刚好足均匀呢。伊无考虑日头照的方向会改变无，啊是暗时日时。冬天、春天、夏天，一张树啊，同款迄张树啊，色水是咪拢无同款？啊，不过咱互伊观念就是讲，树木就是爱咖啡色，啊，就拿咖啡色的彩色笔，规张拢甲入咖啡色，安尼就是树木啊，树叶就一定爱绿色，拢种同样的颜色。即咱的头壳内底观念的美术教育就是安尼。啊，那比赛是评比讲，啊，看一下材料较均匀。啊，那弥勒，哦，迄个感觉起来，像迄有足济，吼、哦，迄弥勒伊咧画图画，迄人咧乌水彩摕咧乌白算乌白算，所以感觉起来，你会发现着讲，咱的囡仔，你若摕一个彩色笔吼，卖、哦、用彩色笔，用水彩，伊大概伫美术的教育内底，一定甲你问讲，老师，我们画的主题是什么？画画一定要有主题，伊才晓画。一定爱讲来画什么东西，啊，伊画出来物件拢无生命力。吼、哦，比如讲，伊讲啊，画花画我的家，伊画出来拢总无法度想象，拢总是千篇一律。啊，怎安尼画画出来？这就是美术的教育。啊，那咧比赛时阵，伊用安那比赛，叫大家同学表决，来，第一张图画。感觉比较好的举手，啊，为同学的用拜托的，那投我一票啊，结果冠军竟然是人缘较好迄、那个，这敢会使做安尼比？第二点，咱来看到讲，举例音乐的竞赛，这音乐的比赛，将来你看到咱即卖囡仔所唱的歌，你看到星光大道遐个人咧听的歌曲，迄若要讲起来，甲世界比落去。敢会进步？你敢知影世界是安怎？伊的音乐会这尼啊有震撼，这尼啊有法度听到这个歌。你爱知影吼？伫咱台湾，遮久以来，
那唱台语曲的歌，予咱愈听是愈来，一直愈爱困，愈听愈来，你会感觉这个意识愈无去，愈来愈无去。啊，那愈无去，你就未去想思考，思考啥物情形，咱的国家要安怎？这足严重的，因为我看到即马三岁囡仔伫朋友因家，看到伊即马囡仔，那每一届咧甲伊讲的时阵，伊就拢讲来来来，你唱一首歌吼，吼这个叔叔听，吼、哦、啊，迄小朋友嘛足欢喜的，哦，有人要听我唱歌，啊，伊就卡拉 OK 甲唱落去。三岁囡仔，我讲啊，你要唱倒一首，你要唱啥物歌？伊怎啊甲你切讲，我要唱第三杯酒。我讲三岁囡仔唱第三杯酒。啊，唱到骨摇安尼摇，第三杯酒，啊，唱了哦，啊，就因爸爸讲，你看阮这囡仔三岁才够唱歌，啊，改要甲栽培做歌星。啊，我讲啊，你骨会晓倒是，你骨会晓啥物歌？哦，伊讲哦，我真够唱诶，就是《爱人啊对人走》。三岁囡仔咧唱《爱人啊对人走》，啊，伊佫唱，我嘛唱甲足欢喜诶。啊，我讲诶，啊，恁个囡仔哪拢无唱一挂较俗囡仔咧唱诶吼？拢好啊，达首拢好，遐侪首拢会使哩。是安尼，拢爱唱这种歌。伊讲我到这个流行。啊，我问因爸爸讲，啊，你要唱什么歌？哦，哪一唱愈厉害，唱舞女。好、哦，当然我咪讲舞女无好。伫舞女迄首的歌曲内底，你描写着台湾的心情是变成啥款？哦，我看到伊逐工唱，逐工唱，逐工唱，啊，逐工我都会听，听到这首歌我嘛会晓唱。我听两年的舞女，听伊咧唱，啊唱两年，我伫住伊隔壁，拄听两年，拄我嘛会晓唱。啊唱，唯一互我感觉真震惊的，就是讲，伊突然一段后壁，伊讲来来来，拢莫甲管伊是啥物人，吼、哦，拢甲当作面盲，拢陪跳舞啊，打扮妖娇的模样啊，互人去安尼摇来摇去。啊，结果若唔甘愿的时阵，就是叫你讲啊，拢莫甲管啦，人工吼，拢甲当作乒乓安尼就好啊。这就是咱的人生。啊，咱一直唱，一直唱，所以直到咱安尼一直落去，咱的美术教育无法度进步，音乐教育嘛，互你无法度进步。所以伫这个过程，你就愈未去关心着台湾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大家拢讲啊，什么人做嘛同款啦，嘛是爱拼，照他吃。这个原因就怎塞伫咱头壳内底，咱未去思考是安怎，咱今仔无饭他吃是安怎？因为政府规则无好，是安怎咱今仔经济遮尔啊歹？因为政府做了真歹，伊损失唔对，咱拢未晓去思考。但是伊用安尼方式，互你累去了，你逐天就是。应一句话，我三顿都顾袂饱，哪有法度插啊济？这就咱的心声一步一步一直出来。但是到落尾，咱也无去遐改变。这个心声到落尾变作啥物款？我会记得十年前，那得要中秋节要烘肉、要烤肉，拢真欢喜。啊，就哦来看物件、看物件、看啥物、看啥物、看火炭，尤其讲到看火炭。我的感想是特别的深，因为伫顶年要去烤肉，我嘛去买火炭，结果因为我是举办全体35人要去烘肉的团体活动，我一家甲讲，我要买吼、哦、几包安尼，伊看袂遐济，老板甲我看讲，伊摕迄个火炭的袋啊，叫我讲来，你看有清楚无？我讲啊，这是安怎？一包甘咪啊，钱就一包50块啊！伊讲啊，你敢无看到下底啥物字？我讲啥物字？甲看清楚，讲请珍惜生命。我讲啊，白花团甲珍惜生命有啥物关系？伊讲无啦，即摆吼政府有交代啦，你若来白花团的人，我拢爱甲你交代，请珍惜生命。我讲啊，那变安尼？火炭甲珍惜生命有啥关系？伊讲，因为有人用火炭来对家己的生命结束，用安尼来结束伊的生命。本来一件快乐的代志，
和一个政权用了无拄好，煞变作爱结束生命。啊，所以政府的办法要防止自杀，唔是去改变迄个标题，甲加一个提醒，唔是火炭去包，甲加一个标语，请珍惜生命，安尼有减少人自杀无？无啊，等到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那呢后盖讲起来，你买一个迄个环会赖达，马来西亚请珍惜生命，好、哦、对不？因为迄赖达用烧家己卖死呢。啊，那刀啊，只要会危害到生命，咱也该去买一支菜刀，马来讲请拢爱标示，请珍惜生命。啊，那开车嘛爱哦，哦，迄开车吼，迄那要自杀的人开车嘛真紧，都大下拢会杀哩。死的方法足侪种，啊，毋着每一阶内会当造成生命威胁的，你拢爱珍惜生命，安尼敢会使哩？所以咱伫遮会当看到，咱伫这两项的教育内底是造成咱真，吼，伊讲这两种的比赛，敢有法度找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是怎变作失去咱的人无迄个鉴赏的能力，会造成安尼尔？咱对着图画，你画的当中，你会变作拢是到底要画啥，你唔敢画。所以伫第三点内底，伊就讲吼，咱今仔日只个教育，就是要变作一群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啊，卖管通敌，这是啥物人？啊，对着环境怎啊变甲管嘛，无想要调整。讲到这，我就感触有愈来愈艰苦。即卖囡仔读册是为着啥？读册是为着要赚大钱，会用做官啊，赚大钱啊，进入倒位。所以我相信在座各位有真侪人是毋是拢甲你讲过，读册就是啥物会上好，啥物职业上好，进入公家机关上好。啊，然后大家都一直拼，啊，拼到落尾入去公家机关，啊，就开始坐咧，啊，逐工领迄个薪水，啊，就开始安尼安然过日。啊！伊拢无要管别人，你甲讲，咱的台湾得要予中国摕去啊！伊讲嘛无要紧啦，反正我18%有得咧就好啊。啊！伊就甲你回答安尼，啊讲啊，你来当者关心咱的台湾，吼、哦！伊嘛甲你讲啊，迄管袂了啦，迄有高人去插就好啊。渐渐，咱的生活环境怎变作咱无一个国家意识？你敢知伫外国，伊听起来的歌是虾米款？是安怎？咱的鉴赏能力会减去了后，咱来看，好后一页迄、那个，再下一页哈，有一个嘿，来，这欧美世界哈，欧美的西方世界比较哈，咱看到这张图，咱敢来用讲哦，这画了真水。你若问小朋友讲，啊，伊画起来你感觉怎样？画得很像。伊敢若会晓甲你讲画得很漂亮，啊哪里漂亮？这个稻草颜色很好。啊，然后伊代表啥物货？所讲的话拢总是讲色水真好，画了真油，啊画了啥物款安尼，啊敢甲你回答遮尔。但是伫外国的世界，伊画一幅图，造成欧洲的世界，因激起来激烈，人爱彼此相疼。为着这幅图，是安怎甲人互相的关系会当展现出来？咱的小朋友若敢若看到这幅，敢若讲哦，这画了真水，所以你会使去甲模仿来画。啊，画了就讲啊，这幅会使种啥？会使你吼、哦、比赛。啊，画出来，啊那准讲这幅若卖提出来会进行。台湾的囡仔若画这幅图去比赛，老师会甲讲，你画这无成啦，这人这红啊头。五官不明，吼、哦，所以这不入围。啊，这后边吼，啥物会作者？你看三个人徛伫遮，因咧创啥？咱的解读就变作讲，咱是咧看伊的水甲歹，这是作者的看法。你爱知影这幅图，伫欧洲的文艺复兴，啥那伊会造成真大轰动？因为伊看到这幅图内底，又看到这三个人。在创啥？在捡迄个物件，捡麦穗。但是这啥呐？要直接捡麦穗，啊，直接较远的遮，你看你拢贴好好啊。
啊，那更加的害羞。这三个，你那个看下去，这三个一定是较善的人，一定是经济较无好，所以伊来才扣。但是伊咧扣的当中，有人甲赶无？无人甲赶，甚至因讲这个规定就是。当你那看到这的时阵，你就是爱去改，和留你收挂的时阵，袂使总挂个了，你爱留一挂，和较送香的人去捡。所以因就安尼看起来讲有影，咱吼那会晓留三抓，留一挂，和较善的人去捡，啊袂使改赶。咱的社会你好，我嘛好。所以因贴起来，因那那边较远的遐，你看较远的人，因拢贴好好啊。迄就是因修行已经八足，啊，若关系到较无法度的人，因就来只扣。你看因扣的态度，一定是真安然，这毋是偷摕，这毋是讲我去扣的时阵，啊，一面爱哪扣，安哪看，看主人有来无？伊这毋是咧偷摕，伊这是变作因社会风气，这个画面。会出名就是讲，因三个真安然伫遮，虽然较散，啊，毋过因看到社会的和谐，因嘛真安然伫遮过生活。因咧捡内底绝对无惊吓，毋是咧像咧偷慢的安尼。所以因造成运动了后，吼，啊，过来咱看到遮种种真济，咱的囡仔敢会晓去看到遮？我一摆听到一个小朋友讲一句话。伊妈妈带伊甲牵呢，啊，经过迄地下道，吼、哦，这毋是干呐台中的地下道，是每一个地下道，包括伫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只要有地下道，拢有这种情形，就是有人咧伫遐分钱。啊，我看伊这妈妈安尼牵迄个囡仔，牵咧了后，伊怎啊开始甲讲一句，囡仔甲讲，吼、哦，伊妈妈甲伊安那讲。伊讲：“你看看，大汉莫像安尼哦嘿，长大不要像他们这样。”啊，因迄囡仔佫甲回答讲：“哦，啊，他们怎么这么可怜？啊，他们怎么不要去死就好了？”你甲想，这种话若对这囡仔出来，是安那这人袂去死就好啊。所以根据着台北市伫万华遐统计，伫顶年的寒天。有真侪人行过迄个所在，发现一区人徛伫区伫遐，寒甲全死去，已经无喘气，全伫遐堵咧，啊堵到这个寒天，人发现已经死真久啊，唔是一个，是遐嘛一个，遐嘛一个，遐嘛一个。伫咱的国家内底，有一个议员，伊讲咱要维护着万华街区的整洁，才迄个流浪的人，免那个甲赶走。有一届，怎甲抓水？讲你着甲抓水，抓抓嘞吼，叫相对水中甲抓抓嘞，互遮个人就会着走啊。请问这敢是解决问题办法？是安怎？咱若无法度像欧洲的世界安尼，欧美的世界留一撮红球，互因会当生存嘛？吼、哦，这就是因美术会当有看到这个展出。那么关系到音乐的方面，吼、哦。来，咱看上一个网页，好，再上去来，好，哦，来，好，抱歉，再下来，好了，好，咱看到讲，咱的这个三星的效果，伫咱拄则讲那演讲比赛，迄五千年的教育，安尼比较遐水的时阵，所三星的效果，咱会变作啥款？咱永远拢是奴隶思想，这种教育落去，永远你无法度去突破。你嘛无法度去看到讲，这个人到底会安怎？吼、哦，比如讲，拢爱听候这个命令才要开始做，尤其像巴掌溪事件这个，吼、哦，啊个九二一大地震，啊小林村水灾，啊这禽流感，吼、哦，种种足济足济，哦，这实在是讲袂了。这个代志每一届来的时阵，我相信拢造成咱足惊吓，啊惊吓的当中，你会当安怎？尤其。九二一地震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过最严重的，因为伫九二一地震内底，我去灾区看了去，本来想讲唔知会严重袂，结果我是
去遐咧看这个灾区的当中，去遐鉴定，去遐看，斗三工，我发现着一个真无共款的。第一，咱的救援队嘛到位，因伫遐开始，大家拜拜咧，啊伫遐食薰。我甲讲，紧的啊，紧救了啊！这内底敢若要有人咧生存哦，要有人哦。伊讲袂使，阮爱听候命令，再使你甲救。啊，掌上面没有命令，阮歪叮当啊！巴掌死嘛同款呢。迄若一台直升机起死的人，总甲拖起来，啊，就拢救起来啊。因咧规就是讲，啊，就无命令，阮袂使载直升机。逐项拢要听候人甲你讲，人甲你管，这敢甲奴才敢无同款？尤其这不是干那人变安，连精神都变安呢。九二一的时阵，我第一看到一个代志，足感慨。人日本到位的时阵，日本的救援队到位，因是几啊个安尼开始搭帐篷啊，创啥创啥创，去灶卡去研究室去开始画图啊，当一直做嘞，一直做嘞，做到落尾因好的时阵，我拄开始嘛真未谅解，是安怎恁的人来六个啊，六个结果吼，两个咧困，啊，四个出去外口，地一顶帽啊，伫遐哭哭哭哭哭哭，一直哭，吼，啊，一直哭。我讲啊，人遐，我去因咧困，迄两个看看，我拄开始对伊嘛真无礼貌。我讲，恁安尼，恁个工丁来，拢开始伫遐咧工课，啊，恁两个咪遮咧困。但是到落尾，因换两个倒来，即两个爬起来，换两个佫继续困。我才知影讲，因救援的时间是24点钟拢无休困，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所以一直轮当中，伊会救足济，还佫特别死去的人，还佫我都佮救出来。所以每一届我伫遐嘛看到真感动的，就是因大概若分一个鼻仔落去讲，紧来遮久人，因就拢总爬起来，开始佫尿尿尿尿嘞。你敢知影讲，当着你若在场，你若看到因有一个会使生还的出来了后，迄种咧拍破个声，这个互救起来的人，甲我无亲无情，甲我嘛无血缘的关系，但是我看伊安尼扭起来，大家咧拍破个迄个声，你会感动，这才是台湾人。但是台湾的救援队伫遐创啥？伫遐分家咧，啊，伫遐无分人，啊，这无法度啦，这真久啊啦。但是我看日本一个一个一直尿出来，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每一届拢足欢喜的。到落尾，这毋是干那人安尼，连饲的狗都同款。你知影日本带来迄只狗吼，那伊那汪汪汪，哦，阿姨就开尿嘞，就尿到一个生还的。但是，咱的消防队嘛有呢，嘛有饲狗哦。哦，迄个听讲冠军的狼犬，佫真侪钱，你甲。在甲饲，结果伊想讲啊，你日本带来狗会晓呢，阮的狗嘛会晓啊，吼、哦。结果伊嘛带狗去啊，牵啊牵，伊迄只狗嘛开始吠的时阵，吠落，哦，讲你看阮嘛偏有啊。结果甲尿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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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阵，才发现着什么？迄尿着一罐，迄厝倒去啊，滴着一罐迄暴露啊破去，吼、哦。啊，迄只狗就是偏着迄狗的罐头饲料。爱偏着咧肥，啊尿尿尿，伊怎去看到迄罐尿灰，看到迄罐包了，伊怎甲夹去边啊？怎伫遐咧食？啊，只尿的人讲，啊是内底有人啊无？迄只狗伫遐咧食迄罐包了，伊到底是咧救人，还是偏着迄罐罐头？唔知影。到落尾，我看到日本因咧救，救到落尾，当要结束当中，因怎摆开？怎敢真深的一个惊咧？敢讲真歹势，阮已经尽力啦。阮无法度总甲你救起来，阮对恁足歹势。我感觉因迄个真深咧，惊咧咧抱歉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真感动，因为我知因已经足尽力啊。啊，毋过伊感觉永远做无够，这就是因的世界。是安那咱台湾拢会认为小林村一落去的时阵。你若看中国迄，你敢袂惊死？迄中国火车去弄着山坪啊，崩落啊，砍落，结果中国个顶官安那命令，紧嘞，紧甲砍起来，啊，当作无代志，
吼、哦、啊，甲抱去，拢总死了了，安尼就好啊。结果你砍，你看迄中国咧砍咧砍的当中，一个人怎啊目睭天精神硬拼死命走出来讲，哦，我都还未死咧，你哦那一直甲我抬落，砍拼出来，看到人咧抬下砍问出来，哦，我讲啊，这世界那差遮济，这就是咱今仔看到的状况无同款的所在。过来，你看到这种代志吼，来，咱看下一页哈，来个下一页，你甲看讲。独家美术的比赛，能造成你怎讲？迄个画图，伫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这画家每一届画一幅图，伊拢会用造成社会革命。咱看到音乐的比赛，咱这是音乐的鉴赏能力，你讲欣赏的能力拢无。每一届。你捌听过《命运交响曲》？好，《命运交响曲》来，咱来听前半段看卖吼。你看这首歌曲什么款？哦，莫扎特那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注意听伊头前的演奏，我相信。咱听这个曲，咱真熟嘛，咱拢捌听过对无？我伫学校捌上课的时阵，放互学生囡仔听，因大家感想，我想讲本来吼，要互因讲出这个感觉，但是一班一半个加，都开始迄个噔噔噔噔落去，因讲哦，老师这怎错一条呢？哦，老师这种歌呐，这样尔恐怖，因听到这首歌才变作恐怖。变作无准备，安尼听着汹涌，那带着安尼，啊，因过来就讲，啊，这首歌哪有啥物好听？是安怎，那会变作世界名曲？所以，伫遮咱会当发现，咱的美术、咱的音乐，拢变作是用人的眼光，只要全部若讲了一致，伊水甲歹，是用正人无敌的迄种标准，啊，就来予伊哦，这真牛，啊，这真含慢。用安尼都袂使哩啊！《命运交响曲》伊个作者贝多芬，伊是伫真坎坷，伊个耳也无听到的当中，伊我都写这个物件出来。伊就是咧甲咱讲，你看伊第一段迄个头前，伊讲你若无准备的人，好运亲像咧甲你敲门，噔噔噔噔，迄就是咧像叩门的，叩叩叩叩。你甲你弄门，啊！你若无插伊，当然伊就过去啊。所以这个过程内底，因先听到这首曲来讲，因造成欧洲的世界，吼、哦，表现出来是啥物？因家对命运的挑战，伊袂像母女讲啊，拢卖甲管伊啥物人，反正吼、哦，都甲当作民望就好。因袂安尼，因的想法听到了，伊讲。好，无要紧，我的命运骨较艰苦，骨较安怎？我就是要对挑战，因为挑战的过，我就胜利啊。但是伫咱的台语歌曲内底，哦，我看阮隔壁迄个嘛真奇怪，伊所讲的歌就是拢作消沉的啦。吼、哦，一届唱到迄啥物，哦，伊咧唱吼，唱一头前段啥物，诶、欸，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是安那比别人较歹命。我讲我哪知？常常逐工就是咧问即句，伊嘛咧问啊，伊嘛感觉讲，嘿嘛，我都比别人拢加倍认真，啊嘛比别人较打拼，啊，毋过我哪比别人较歹命？伊无去思考这是啥物原因？国家的问题啊！国家出代志，你家一直啊咧埋怨，所以伊就变作迄首歌落尾，伊所予伊的答案是啥物？命运，命运，无法度啦。
无法度啦，安尼尔。伊对着命运，伊所面对的态度是怎变做也无法度管伊啊。但是你看到欧洲世界听到这句吼、哦、命运交响曲了后，应该对着命运提出挑战。贝多芬伊耳孔无听哩，咱想真侪听障的人，你讲伊学音乐，迄是相当的困难。但是伊写出来曲，轰动了全世界，一直留到即阵，就是伊对着命运敢挑战。过来就是讲对人吼，尽人事，听天命啦吼，无去怨怪天怪地怪低头怪笨鸡，咱的教育煞变作党拢怪别人。连阿舅啊，一个马先生做中华民国总统，你甲建议足济时阵，伊拢甲你讲一句啥？我会记你伫迄个。一届山区西开高速公路，雄雄山山放落去。一个总统讲一句啥物话？哦，我会感觉毛毛的。我讲笑的。欸，你也去找出原因共改善。伊敢讲啊，这我嘛无法度，我感觉我嘛毛毛的。伊咧回答的问题推卸责任嘛，拢无去甲你讲，无要紧，我负责。小林村遐个人甲伊讲。总统啊，你着安那来甲斗三工，安怎时阵？伊回答，伊人到位，伊所表演的是啥？啊，我毋是来啊，啊我不是来的吗？啊，我会甲你当人看，你免烦恼啊。哦，变安尼去，伊的态度是怎变作讲？伊嘛无法度，啊无法度你，那敢管你个变安尼？这就是咱一直对着咱人命了后，造成这个。这个马先生吼，愈来愈无灵，这是咱甲算出来。啊，毋过实在是真可惜，是安怎伊做出来代志，咱拢会去接受。你无感觉马先生伊咧每一届，人咧讲伊干那表演迄个形，一届去讲人咧讲念香吼，伊怎变到讲默哀？啊，默哀时阵怎嘴都要念？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啊，念十秒，默哀会使安尼算吗？默哀的人是爱点点，但是伊都对啊，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哦，讲来做默哀啦，吼、哦。所以伫看到伊这命运的挑战了，结果咱教育的之下，伫台湾的教育，三成囡仔无法度接受这个挑战的过程。咱也看到真济残障的人。就甲伊讲，啊，你这一世人口干，耳孔若无听着，啊，你这无效，啊，下教的人，啊，吼，啊，你这我多创啥啦？咱若看到伫咱的社会制度，变作天性的残障，煞变作是社会的特爱，但是外国毋是呢，伊甲当作讲，阮有义务爱甲你照顾。相对，予一挂残障的人，伊我都展现出伊真水的生命。所以我伫遮用分享到这个非洲之物，咱知影拾怀者是虾米人吼？拾怀者，你敢知影非洲南非迄个所在？伫我印象当中，咱拢听讲啊，南非是迄非洲是作善的哦，哦，迄时大家拢安尼爱散屁屁，啊，毋过南非无同款。南非我看到足济像即马。资源较发展的了后，我才知讲南非是非常的进步。原因就是南非因曾经非洲的老爸吼，因拢甲称作这个拾怀者。伊本来是一个英国真好个医生的囝。我甲看伊这个拾怀者的过程，我发现讲奇怪，因脑迄种的思想。当伊看到讲伊个年代，看到拾怀者，伊讲我要来去遐甲因传这个福音，先转来伊伫因迄边非洲人个乌脚病。你知影伊要去进前，伊个厝拢反对，因爸爸拢甲讲啊，囝你到遮就好啦吼，你看我医生啊，你嘛读医科的，所以你到英国哦，你发展非常袂歹，到遮就好，大家拢甲苛劝，但是。伊个头壳内底知影讲，我有一个使命感，我爱去偷放非洲遐人个艰苦。伊甲这个当作伊个使命感个头壳内底，伊不三时就是咧想，咱英国已经真好啊，我应该去照顾着，我有气力爱去照顾着
比我比较歹的民族，所以伊选择要去非洲。但是伊去非洲无遐顺利咧。当伊每一届伊的日记内底咧写，伊讲伊每一天都是咧祈祷，祈祷讲，予我会当顺利去到非洲。啊，所以逐天咧祈祷当中，伊就看见正人咧讲伊的决心，即个既然只有决心，伊要去，然后伊当大家咧挥手当中。你知影，因迄阵坐船要去非洲，伊坐船伫遐咧下手的时阵，真无拄好，啊，怎对船顶怎摔落，一支脚怎断去，一支脚怎啊去倒架。你知影，因足侪朋友拢甲伊讲，受害者，这就是啥物意思？这就是神吼，叫你卖去啦，都食就好啊啦。吼，你看，无你要出发，食那个位船顶摔倒落来，这就是代表讲叫你卖去。尤其吼，你知影史外哲迄个年代，听讲迄有食人族呢，真正有哦。迄掠到咱这种白皮吼，无共肤色的，伊就甲你掠去杀。所以伊讲奇怪，因遐民族来食人吧，是安那要杀人？伊真好奇，啊嘛感觉讲因可能无知识的开发，想袂到，当伊这支脚呢倒好了后，伊伫日记内底传记去写讲。当伊脚行到会好势好势，伊讲我要过来非洲。因讲啊，你都脚摔安尼，你免哪去？伊讲无，我一定爱去，因为伫伊个心真清楚，我爱去遐，将这个福音甲因讲，所以伊去嘛会惊呢。啊，结果伊就真正顺利，第二届顺利去到南非个时阵，伊人真侪人甲伊交代讲，受害者。医生吼，你即马要来看黑人的病真好，啊！不过我甲你讲哦，你莫黑白行，你行到任何你若去撞入去到迄有杀人的民族内底，你怎叫拆家落腹，啊？怎找无人？伊讲袂啦，吼、哦！伫伊的心真平安呐、啊，我有法度吼、哦，因为我有神甲我支持，伊知影，所以伊就真放心啊行，啊，真正佫行入去食人族内底。伊讲。伊一生当中上界惊吓的这时阵，所以当伊开始看到哇，安那弄入来这个所在，当遐人安尼准备要甲掠起来杀的当中，伊只有讲我愿意，吼、哦，我的命运那个只，我已经生命结束，但是我已经尽我气力，刷来就是神的关系，但是真奇妙，这个使怀者。在那种拍在土下的时候，一个黑人要跟台人怎用那长枪怎对他的脚给射下去，射下去这些非洲那个会食人族的人怎说奇怪，这平常时我如果插一个吼，这个人就这样咬这样酸，啊现在怎么都不疼，再一次再插下去还不疼，他们这些黑人说、欸、这是普通人哦，这可能是神哦，结果全部的人跪咧甲拜，全部甲当作神跪咧甲拜。伊讲，哦，你可能神哦，无完整呐，插一空落吼，大家嘛跳甲对倒去，啊，恁也拢袂听。原来伊个脚是啥物款，假啊，插到伊个假脚，所以伊才真顺利将这个福音怎传对全非洲拢总改变。南非今仔日会遮进展，咱可能你若去南非。你会发现，因的城市种种拢比咱较进步，因为因的福音是开化，因接受西方的思想，因改变因的生命，所以你看，伊所带来是对着利益开始有效应，对着人甲人之间开始有利益，这是西方的世界思想。但是咱这边呐，看安尼摔一个可能歹去啊，可能若你要去进前，妈，我伫遮趁钱，遮好势，我歹去遐。种种足侪原因，甚至卖讲去到外国，干那对着隔壁甲帮衬伊都无爱，伊感觉讲啊，这都吼、哦、中国一句俗语，救虫唔通救人啦，啊，这是吼、哦、至少门前雪吼，啊，卖关于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吼，安、哦、尼大家真规矩嘛吼、哦，你迄是个人作业，个人去担就好啊，这是中国的思想。西方咪感觉唔是安尼，因愿意
将家己所得到变作利益给大家。所以你甲看伊的进步就是安尼。啊，原来咱台湾学习者是蛮爱精神。咱的台湾嘛，相信唔是真歹。真侪人伫中国教育内底，拢甲因讲，台湾哦没有优良的歌曲啦。你敢捌听过台湾真正的歌？你看台湾咧唱的歌是何等的水。咱来，我介绍正港伫咱台湾所唱的，因是伫高山的同胞。曾经信义乡嘛是我去的所在，我捌伫遐住过十几年。我甲因做伙当中，我感觉因真快乐，所以因的唱歌的歌声真水。好，咱来欣赏看嘛这首，好，美丽台湾妈妈，好这首。好，你注意听伊这声部的分配。有音乐开始，你们就要动了。不要看，要当然要唱啊！前面一小段，很轻松的唱，看看来。雅安，你不要看下面的，很轻松。你的平视嘛，看这边，来，来。Yeah.
这首歌曲吼，是真正伫咱台湾所产生的吼，这是绝对无经过杀骨啦，也是讲经过机器甲修过拢无。而且是要甲咱表示讲，你个囡仔敢无多像伊安尼，五个几个也着用唱歌，敢若无法度。我看到小朋友每一届若讲来恁学习伊安尼唱歌的时阵，大家拢有一个问题，老师伊拢要安尼啦，老师伊拢安怎啦，老师伊安怎啦，啊结果都伊家己唱上好，无迄个合调性。你若注意听，即卖囡仔唱歌愈来愈无合声。那真正世界听会到的，就是合声的声音。伊内底布农族全世界伫外国的鉴定内底，伊讲八部的合声是全世界，敢若台湾有尔。咱来注意哦，全世界八部的合声是八个声部合起来，敢若独独台湾。这敢无感觉咱会真骄傲？但是咱今仔日看到，拢哪像无咧个重视。因这个唱片捌伫美国发行过来讲，美国是轰动，甲足轰动。结果我去甲因的部落，甲因做伙当中，我讲啊奇怪，恁哪的生活是哪拢安尼？伊讲大部分的钱拢去予迄个经销商赚去，啊，剩的钱，因甲我讲啊，恁得到啥物？有啊，他们每人吼、哦、发两箱的米酒。安尼就解决啦，无采遮水的歌声，两箱米酒就甲因安尼甲打发掉，啊，结果无咧差面。毋忙伫咱民政府，结果咱若执政了后，我相信台湾咱若好好甲疼惜经营，即、這个声音会用伫全世界会足出名。这是咱台湾共同爱努力的骄傲。好，以上甲大家分享，真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各位校员，请起立。